破破哈哈哈！阿公牌登场！哈哈！大谷翔平第49轰，三张九独家被抽，这次五张九，你拿什么玩我啊？起！阿公派登场，红花顺，哎，这么多红花顺哦，那不好意思啦，兄弟们，不好意思啦，阿公牌，阿公登场。啊，不知道去尿，没办法，我掉高速掉进手层尿啊，不然哪有时间尿？哦，闭嘴！孩子们老长这样子啊！不管，我去尿尿。对子同花，葫芦，五金，五雷。怎么尿尿出事啊？谁啊？趁我尿尿捅我刀、哦？这已经不是技术问题了，兄弟们。哇，梅花减一啊！鬼差，全雷打，我说的。鬼差 K 铁，挡两张 Q， 三张 K， 一张 A， 两张彩金 ，J 葫芦大屁股，我说的。换左打，大谷翔平，冲三，冲三，红花，红花，葫芦。啊，你们是铁爽的嘞！啊，这牌要减三哦，这牌要减三哦。我都把大牌挡光了，他还能冲我？早知道乖乖摆 K 铁了。实至名归的鬼镖师，三个字，玩。我们起来运动吧。彩金冲！别人爸爸都在家住。红花，打我小米龙母。五、拜托，睡啦，双顺，换我了哦。再跑，个照，好，来个照，来你个照。多冲一点，多冲一点！啊！哎，冲三被压，笑死！有人是快点，笑死，刷起来！再五枚啊！哇 ！A 冲三加零，嚯嚯哈哈哈！阿公牌登场！阿公牌登场！放纸巨蟹，放纸巨蟹。就打击未知，大谷翔平第49轰，国联全垒打王，即将诞生。一群垃圾，一群垃圾，屁股垃圾，通通都是垃圾，一棒杀出。五枚，你破壁打死，没道理。没道理，真的没道理，真的没道理。零，我零，这牌零，独家冲三全雷打减一，然后零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的气喘是被冲三害的？我是被冲三搞到气喘的吧？红花顺，帮我开直播啊！不知道是啥，你不是想说30万吗？你到底在干嘛、啊？你五枚拆掉啊！13局数13万，哦，哇，可恶，可恶，怎么这么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全亮了还这么丑？哭啊 ！So stupid this hand。彩金冲山，被踩中，独家怪物被收了2/3种，超级可悲。来个怪物让我压一下嘛。同花顺，这游戏也好难。起，阿公派登场，阿公登场，三张九独家被抽，这次五张九，你拿什么玩我啊？你拿什么玩我？破皮大师预定一枪，哇，一枪都找不到、啊，那屁股收收捂住也可以了啊，舒服舒服，回水喽，红花顺，哎，这么多红花顺哦，
那不好意思啦，兄弟们，不好意思啊，阿公牌，阿公登场，头发顺长中间，到底怎么说？董花虽然两只，跟大家说买了什么 ？Strike 智慧棒球 2.0， 一组4000块，3899。这个东西看着蛮厉害的，但我没试，我试用过再跟大家讲，屌不屌？就你丢这颗球内键测球速跟转速，因为你乒乓球转速越快，移动的幅度越大，所以你丢棒球不外乎就是看两个。球速跟转速很不耐用哦，真的假的？台南驾驶工商过，啊、那我被免费工商，是不是有点亏？那个厂商如果我看到可以联系我一下，早上把这个发票开过去。多快坏掉啊？真的很快？怎样会坏掉？哎、欸，你们都用过、哦啊，那我要不要退货？那我是不是赶快退货？不然它测速准吗？它坏掉能修吗？不是一颗棒球4000块，很快坏掉，什么鬼？骗钱哦！到最后还是骗到你了。你们是认真的吗？对。敲几下就坏了，怎么敲？对。它、啊、丢要撞到哪里？丢墙壁吗？还是怎样？棒球消耗品一场下来120颗功，4000一颗，为啥不去专业场地测就好？那、啊、就方便啊，你光。不是啊，我家旁边又没有专业的场地。啊，我有那颗球，我就可以直接测了。我为什么要专业场地？尽量不要落地，一开始才算准。对，尽量不要落地哦。你买太少颗，这是消耗品，你认真的吗？那我是被屌骗一波4000块。我球速100公里，投3球就坏了，变成180。哦，是哦，真的假的？你球速100公里，我跪着帮你。江瑞坤 ，What？ 球速160，投3球变180。江瑞坤。开始咯，好笑，你很幽默，160，笑死人，球速100公里，你不去美国3A，你在那边屌人是跟我打嘴炮干嘛？这种球去试，为什么去试呢？可是真的假的啊？等我先查一下 ，Google 一下江瑞坤，该不会真的有这个？应该没有这个投，有这个选手吗？应该没有吧？什么公里很简单啊？最好100公里，160公里很简单啊。谁来来来讲160公里很简单的，全部给我出来，全部给我出来！你只要投到160，你只要投到160。红花，只要你投到160，这叠都你的，好不好？一叠，不屁话，一叠满的，你在我面前投160，一叠拿去，很简单。160公里是100迈耶，哎，不是。兄弟们怎么办啊？我那个球要不要退货啊？真的丢几颗就坏了吗？哪里有使用评价可以搜寻啊？对，智慧棒球官方出来打脸，球速准度如何？聊聊它的科技原理，设定投球距离，无时无刻带着练球，随意，对对对对对，随意在附近就可以丢嘛。没事啦，反正买都买了，先玩玩看。方教练。用不久，不知道事先设好距离，场地不足18.44，没有设定到。用这个技巧作弊好几球，130速球，允许设定9到18。哦，他可以设定啊，但我出门要带尺就对了。不会说啊。高端合作业配，官方直接打脸。iPhone 有测距哦，户外也能测吗？我知道 iPhone 有测距离，但他在户外也能测吗？你先摆个姿势证明你真的会懂，你在讲什么东西啊？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啊？看过我投球的，基本上都只回一句话：标准，标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宏伟 ，I'm Dinter。我最喜欢的英雄是加文士士。你们今年的暑假还很长吗？我会带你们一起去世界赛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标不标准？啊，不是，有没有像直棒选手在投球？不是，他水又倒了。不是啊，家里地板很滑，丑到飞起啊！好牌，先不打草金蛇，我们默默的拿起这支球棒，祷告。乌龙，对，冲三，彩金冲三，红花，葫芦，
中华顺，把中华顺放中间。葫芦，中华顺，我手机阿公牌都轰不出去啊！简一，这阿公牌都出不去啊！是不是在哭？我想说双葫芦很猛了，有机会轰，结果遇到双柳丁。然后希望明天那个棒球可以寄到，好想好想玩啊！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轻松吹到100，我们做100望120，目标是可以丢到120。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再丢差不多就110，但是无奈那时候没有什么钱，没有钱去那个专业的场地测速，不然我大学那时候认真一点吹，搞不好有个120。别小骗了，骗子！系队等级的，知道吗？系队的王牌投手，什么先天级投手就带够。没关系，你就尽量追，等那个棒球来，我吹完把那个球速上传 IG 现实动态，你们就准备下巴掉到地上。